我是莉莉安心语，今天是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，在这里祝大家春节愉快。在春节的小长假当中，我推荐大家读两本书，一本是范志红的《写给女人的美丽健康书》。如果你在新的一年能够按照范志红的食谱来饮食的话，你一定能够吃出好身材，吃出好皮肤，同时能够让你的身心愉悦，让你的能量场达到一个好的状态。第二本书是《吸引力法则：心想事成的秘密》，我非常建议大家认真的学习实践吸引力法则，因为吸引力法则其实是改变你的思维，只有你改变了你的思维，你才能改变你的能量场，改变你的命运。为什么我在这里会推荐大家在春节的小长假当中读这两本书呢？因为如果你能打好身体的基础，同时能够让你的心灵达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话，我相信2021你一定会过得非常快乐。2021让我和你都一起来养成健康的饮食、运动、睡眠习惯，同时让自己的这个心灵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，提高自己的能量场，让我们的2021都能够过得健康、快乐和幸福。在这里恭祝大家春节愉快，希望大家拥有非常幸福快乐的春节小长假。